这个腿，我们的后腿在恰恰里面是最很关键的。我就看这个后腿，我不看你的上身，我也不看你的骨盆，我就看这个后腿。And two and three and cha cha one， 这个腿是，它不是说推一下就没了，没它事儿了，它是要保持住的，这个位置要保持住。OK， 支撑住。当我的腿推动到这里的时候，走到这儿的时候，我的前脚要先开始推动，再到后脚接这个重量，这个才叫脚到脚的过程，脚到脚的这个过程啊。大家现在是被动腿的自己往下去跺脚，和我想看到的脚到过程就没有了。当我的腿推动到这里的时候，走到这儿的时候，我的前脚要先开始推动，再到后脚接这个重量，这个才叫脚到脚的过程。